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东西呢？居然是属于我的！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猫咪、大猫咪？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的！我的！大家好，欢迎来到喵代丽塔罗占卜频道，我是喵代丽，祝大家龙年大吉，新年快乐。今天的占卜选项是喵代丽刚完成制作的真心话卡的呢，大家可以凭直觉做选择，从左往右，一二三，第一个选项是 I miss us， 想念我们，我很想念我们。第二个选项是你是我的真爱 ，You're the one for me。第三个选项是 I love you， 我爱你。大家可以凭直觉做选择，选不出来，大家可以按照下面相同的牌背。那今天的占卜主题有两个、哦，第一个是他有什么话想对你说，以及你们未来会在一起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哦。那大概什么时候，也进行一个时间预测。好，那喵代丽刚完成的这一副真心话卡，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哦，一共有126张哦，每一张都有不同的颜色水彩的背景哦，内容是喵代丽编辑的，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好笑，有的是浪漫的，有的是好笑，有的是有一点真相类型。这一副牌在年节之后，2月22号会在我们的官网 meldry.com 接受预订。好，那牌背是夏加尔的名画《新娘》，非常浪漫。You are my favorite person， 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中英文对照。You are super hot， 你超性感。以及这副牌你可以用来搭配塔罗或是其他的牌卡，问恋爱对象对你的真实想法，问对方希望你跟他说什么，或是他认为你对他的想法是什么，你也可以用这副牌来占卜。那你也可以对应自己的能量，对应印证，譬如说我对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抽一些代表你自己能量的牌，你看有没有准。那我自己是有实验过，然后觉得还蛮准确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欣慰。这一副牌比较是适合问恋爱对象、或是暧昧对象。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喵代丽自己最喜欢的几张几张的内容。My way or the highway， 配合我，不然就滚，不然就再见。I can miss you and never talk to you again。虽然很想你，但我可以永远不跟你说话。有够硬。What did I do？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I don't want to bother you with my darkness. 我不想让我的负能量能影响你。这个很适合断联的人算。或是你有遇到一个不太会沟通的对象。Struggling. 有的牌的设计是这样，就是不同的形状。This isn't over. I'll come back for you. 我们之间没有结束，我会回来找你。挣扎。I'm not okay. 我并不好，没有你我过得并不好，感觉很糟。If it's meant to be, it will be. 如果是命中注定，我们就会在一起。I was such a jerk to you. 我是个混蛋。或者说我之前的言行举止很混蛋。I'm selfish, I won't change for anyone. 我是自私鬼，我无法为任何人改变。Talk to me! 跟我沟通，跟我说话。You are so weird, I like you. 你真的很怪，我喜欢怪咖，我喜欢怪人。I got served what I deserved. 我已经得到了我应有的报应。好。这是一部分还蛮幽默的里面的牌。好，今天的占卜我们会用到这副新牌，这是我们完成的第八副牌，我们个人发行的第八副牌，我跟我母亲一起。那还有一副牌也是字卡，但这副牌的用途不太一样，这是伴侣关系卡。也会在2月22号在我们的官网上架接受预定。那这副牌是用来干嘛的呢？最近有用到，就是它可以给你更多关于恋爱占卜中，譬如说你抽到塔罗牌，你不太确定它到底是指A 解释还是 B 解释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一副牌来补充。譬如说当你抽到了皇后牌，你不确定给你的建议是你应该打扮漂漂亮亮过好你自己的人生呢，还是你应该对对方好，包容对方，用爱滋养他，照顾他。那当你抽到我们的这一副牌 Express your love， 你就知道哦，原来皇后牌意思是让你 Express your love， 对对方好。但是如果你抽到self care 或是其他的牌，譬如说照顾好你自己啊，现在应该把持好你自己的界限，情绪界限这样子的牌的时候，就代表你应该先照顾自己。好，这是可以用来解释塔罗牌或是你不太确定的其他牌的一个双重认证的牌。特别针对关系哦。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预言的牌，譬如说你的恋情正在转变中，进展中，有点预示预言性质。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分开，那分开对你们来说是好的，暂时分开，我此时此刻的先分开，先冷静，或是会告诉你这个关系会走到承诺。这是这一副牌的用途。 OK， 那我们让大家专心的开始做选择，即将开始今天的占卜。非常感谢最近跟我购买牌卡的大家，谢谢王小姐，谢谢。那很多牌现在已经缺货，没有再印了，因为过年，在过年之后会陆续开始慢慢补货，但现在不确定什么时候会补货，至少要到2月22号之后。好。第一组的大家，请对应看看你听到所有内容哦，是否符合自己的状况。如果完全都不符合，请参考第二组或第三组的解牌，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不一定会完全符合每一个人的状况。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大家，你的心情以及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你可以对应看看。看起来第一组大家觉得很受伤，或是不想要再跟对方说话，不想要再联络，或你很失望。你们现在的一个状况是，可能你选择离开，或是你选择有一个界限，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啊，你不想要两个人靠太近，因为你不想受伤。看起来你
很怕受伤或是被伤害、被抛弃。与其让对方先离开你或拒绝你，你不如就先离开。所以一部分的人可能这是一个暧昧，一直没有承诺，然后一方付出的比较多，一方只付出就1:6这样的感觉哦。或是两个人是同样的喜欢，可是在行动方面，对方可能是一个比较精打细算的人。就他付出的东西并不是很多，或他表现出来的诚意并不是很多，他没有给你看很多他的牌，他都是把牌就是隐藏起来，自己的底牌，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或好像你比较喜欢他，或是这是一个单恋、暗恋的感觉的关系状态，两种解释。那看起来你们两个的确有强烈的吸引力、热情。这是互相的哦，但第一组的人，你们可能有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或是你觉得你会慢慢越来越依赖这个人，而很难离开，很难抽身，你会担心这个关系把你毁了，所以看起来你不想受伤，而选择就站起来走人，或是既然你不打算处理，那我就。Take care of myself，我就只好先照顾我自己的感觉，我就只好先顾我自己了。大致这样的一种心情，就保自己或保这段关系，你选择保自己。Good job。好，那看起来这段关系不久以后的未来看起来是好的。我们抽到力量牌。也就是说，你可以追随自己内心直觉是好的，以及你们可能会朝一个还不错的方向发展。就两个人看起来至少是并肩而走，或是你会驯服这一个人，或是你会听从自己的直觉，过一种自己不会后悔的人生，就做出了对的选择啦。至少是这样。好，那这段关系有什么阻碍吗？我们来看一下，看起来是沟通障碍，或是信任问题哦。好，可能他很难信任你，他很难信任的原因是，我看一下，其实他想要跟你认真的交往，一对一稳定交往，以及他没有考虑别人，就他心里是只有你的，也有考虑要不要认真谈感情，可是他的一个经济状况，可能他有很强烈的工作，就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他希望可以跟你见面、约会等等，但看起来他的一个状况是分身乏术，好，或是有一点就是权杖七，看起来他有很多的压力，或是最近有非常多的事情，拼了老命在工作，或是最近在休息，前一阵子拼了老命在工作，好，他很想休息。所以看起来，虽然他是有爱的，但他是真的没有时间，或是没有精力付出，以及他是一个习惯把内心真实感受隐藏起来的人，很孤独，或就纯粹的工作狂。所以你们关系发展的最大阻碍，看起来是他的工作状况。可能是工作，可能是金钱。那对方很希望可以相亲、见面、约会，或者就是对，约会，没有别的解释。好，那他对于两个人关系现在的一个状态，以及未来1到3个月哦，看起来关系会有朝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仍然是有点保持距离，或他仍然是没有。在工作跟感情之中取得平衡，所以如果他有两个工作的话，其实他非常忙。那如果你知道你们是三角关系，如果你是他跟别人关系中的第三者的话，你知道他有其他对象，那就是这个原因。看起来仍然未来1到3个月还是卡着的。好，所以。
如果是三角关系的话，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仍然需要时间。对，那对方仍然希望可以有轻松的聊天或是沟通，但看起来你的一个心情是你不太想要太靠近，或是你很害怕自己。害怕自己受伤，所以就算他联络你，我觉得你也不太敢回应。好像对于这段关系，如果不是三角关系的话，看起来你们有可能是真爱。那三角关系的话，看起来不确定哦，看起来不确定，但乐观。好，我看一下啊，是说未来3到6个月。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机会朝越来越认真的方向发展。当然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新的人，可能是真爱的人，可能是结婚对象的人。如果不是他的话，那如果不是三角关系，看起来你们很有机会朝长远的方向发展哦。对方会主动联络，但此时此刻他的确需要时间独处。所以你跟他保持距离是好的，你内心的直觉告诉你该怎么做是好的，你需要先照顾好你自己的心情。所以两个人或看起来两个人都在面对自己的黑暗面，自己的情绪以及内心对感情的恐惧哦，就两个人内心都有阴影，然后两个人都需要时间先保持距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独处。那对方很希望你回来，你们两个都需要原谅过往，就可能是如果曾经有冲突的话，双方都需要对方的原谅哦。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可能你需要原谅他，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原谅他的话，就顺其自然。看起来他会联络你哦，在他准备好的时候。可能他没有表现出来，但他对你有很多的热情，以及他很想要跟你走到最后。哦，牌面上看起来是这样。那给第一组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看起来到目前为止你做的都对。那可以做的事情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哦，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情。就对方可能会出其不意联络你还是干嘛，对于这些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或是太戒心太重，被害妄想症如果有的话，然后让事情慢慢自然展开是好的。未来你们会很甜蜜哦，看起来你们是互相在意心心相印的。以及想想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认真的谈恋爱呢，还是其实你很恐婚，或者是想想他到底哪里得罪你了，哪里让你不满，哪里让你不高兴。如果未来有机会沟通的话，看起来你可以先在你自己的备忘录里面打字想要对他说的话，想要骂他的话，然后调整成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比较温和的语调，比较温和的痛。好，那看起来很快关系会有进展哦，不用现在就放弃。然后对方正在看你的社群账号，他会观察你在干嘛。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组的大家，你心里所想这个人对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哦，还有其他的牌，看起来最重要的是首先让自己感觉更好，以及这个人可能有被劈腿过或曾经被欺骗过，所以他很难信任他人，很难敞开心胸去付出或是对你说出真心话。他也害怕爱情的到来，然后他需要时间疗愈，所以可能你们两个都需要时间疗愈，就经历了之前的一些风波，那你们
很有可能会复合或是再度的在一起，只是需要小心，两个人如果说有累积一些伤痛的话，小心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情，小心情绪失控。那看起来你们会先恢复联络，回到彼此的世界，所以看起来是很乐观的。我们来看看对方对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真心话 ，You light up my life， 你照亮了我的生活。I'm stuck with my life， 我的人生现在卡住了，停滞不前。I'm trying to move on， 我正在努力的把你放下。I can see myself with you for the long term， 但是我又想跟你稳定交往。I'm focusing on myself， 我现在专注在我自己身上。Can you forgive me？ 你可以原谅我吗？I hope you understand my perspective. I'm going through a lot. 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处境哦，我正在经历许多事情。We need to let each other go. We're both hurting from this. 我们应该放手，我们正在互相伤害。I'm done playing games. 我不想再玩暧昧的游戏。Is it over? 我们之间结束了吗？ Is it over? 这是一首歌。I don't want anything serious now.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呢，我还不想承诺。I don't want you to be with anyone else. 但是我不希望你跟任何人在一起啊，我不希望你跟别人在一起。I left you before you could leave me.在你离开我之前先离开你。 Talk to me， 跟我沟通， 你先来找我说话，希望你先说话，希望跟你聊聊。好，这是给选到第一组的你今天的解牌，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也感谢所有订阅按赞支持的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留言。你们可能在一起的时间点预测哦，时间点预测仅供参考，避免刻意的等待，刻意等待可能不会发生。那可能是狮子座月份，7月23号到8月23号，或是未来5周到5个月，未来1个月到5个月，以及未来12天到12周。好，那。第一组，大家如果说你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金签是维摩诘经哦，你可以每天读诵维摩诘所说经的一部分，在念完之后进行大回向，回向法界，回向法界所有众生的痛苦和痛苦的原因。经过这样子的大回向之后，许愿的力量很大，你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工作、爱情、学业顺利，或者你跟对方之间的这个状况可以有一个圆满幸福的安排，那就祝福你，希望你心想事成，新年快乐，龙年大吉，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第二组的大家，请对应看看你听到的所有内容是否符合自己的状况，如果完全不符合，请参考第三组或第一组的解牌。好，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组的大家，第二组大家你们的一个状况，以及对方的一个状况，还有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你可以对应看看。看起来其实你们现在的一个状况是第二组啦，你的心情有好很多了，可能之前更糟，或是你正在一个想要慢慢放下或离开这个状态的一种心情之中，或是你正在跟这个人拉开距离，可能经历了分手断联还是什么。那在未来1到3个月，看起来你们关系会朝一个平衡的付出跟接受的方向发展啊，或者是可能复合，未来1到3个月，所以很快，哦，可能在1个月内，两个人的关系就会有一些很大的突破跟进展，看起来对方很希望有一些行动。但第二组的你们可能，虽然你很想要给这个关系第二次的机会，审判牌，但是看起来
你心里也很挣扎，就是你心里有不同的声音在拉扯。一方面你觉得对方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或者是你觉得对方并没有照顾你的感受。好，这是第一种解释，你觉得他是一个自恋狂，他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舍这段关系，或是他很花心等等，你觉得他是一个可能私底下就是暗地里会偷偷跟别人暧昧，还是跟别人交友，就你看待他可能是这样，或你认为你们之间的冲突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个性他太自我中心了，或者此时此刻你也只能够照顾自己的心情，你想要当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可能是这样。两种解释哦，偏向指的是你可能认为对方是一个让你不太敢去爱的人。好，那一方面你正在放开前任的阴影，如果这个对象是你的前任的话，其实他给你留下的阴影还蛮深，还蛮深刻的。或者是他跟你的前任有点相像，你有想到你过往的恋情，所以你很难去爱。好，那对方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一方面他也没有，没有从他的前任的阴影中走出来。好，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他没有办法前进，他没有办法放开你们之间的种种回忆哦。所以牌面上看起来，其实他并不是很想要放弃，他想要再挑战一次，或是他想要努力看看，他会有所行动。看起来他希望你可以回来，希望两个人可以复合，或是有第二次的机会，再发展看看，再沟通看看。好，所以看起来对方是很想要，就很确定自己是想要这个关系，而第二组大家你们不太确定。嗯，那这段关系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呢？是你可能还需要时间疗愈，你很累，心累了，或是你曾经的伤痛还没有疗愈，以及一对一对等的心灵跟心灵之间的一种沟通，或是什么，或是这个关系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虽然两个人是互相在意，但是就在一个到底要结束还是重新开始的选择题之中哦。好，那给你的建议是，可能你需要时间独处，可能你还没有准备好要让这个人进入你的生命中，或是你的内心，你很难让他进入你的内心。那你们是互相在意、互相喜欢的，所以可以放开控制欲，就是不是说他按照你的意思或配合你，他就是一定在意你。或他给你多少 attention， 并不代表他就是多在意你。那他不给你多少 attention， 比如说他很忙碌，他忽略了你，他没有常常联络你，并不代表他不在意你。所以如果你对他有一定的要求或期望的话，而你觉得很失望，那看起来你还没有准备好要迎接感情到生命中，就看起来对方的一个能量是比较愿意有所行动的。而第二组大家这边是很害怕受伤，很难敞开内心去爱的一个状态，就是害怕多过了爱。当然如果说这一组的大家你们觉得越听越不像你的话，你可以参考别组，不一定会完全符合每一个人的状况。那如果他是一个很花心的人的话，那也就代表为什么你会那么害怕，或为什么你会那么想要拒绝。好，不论如何你们之间有强烈的吸引力，以及是值得等待的，就不只是吸引力，而是真的有感情感觉正在酝酿中，真实的喜欢，真实的感情正在慢慢培养中，是互相喜欢、互相在意的。
那对于这个对象，你可以请求信仰的指引，你的信仰，或是你感觉信任的天使、菩萨、神明、佛、宇宙会指引这个关系或支持你。但是你需要去请求指引，不能你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希望宇宙给你支持，但是接收不到，没有连线啊。就像你没有打开 WiFi， 然后希望可以连上网络这样。那这个人会联络你哦，未来会联络你，以及你们很有机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幸福快乐的在一起，圆满的结局。所以恭喜选到第二组，大家看起来是安全的，去爱是安全的，或被爱是安全的，你不用担心那么多。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彻底的疗愈，对方有做一些事情伤害到你的话，你也的确需要时间先冷静想一想。好，那看起来未来有很大可能会在一起。星星牌权杖二，但选择权在你，看你要不要一种，如果他说话还是什么得罪你的话，看你要不要给他第二次机会。那如果他没有做什么惹怒你的事情，就看你要不要跟这个人尝试看看。好，其他的讯息，如果他曾经逃跑，曾经断联了，而你没有办法原谅这件事情的话，一方面对方可能正在提升自己哦，然后可能有错过一些在一起或是跟你沟通的机会，因为他的确害怕，他的确想要逃跑。好，那经过一番时间的思考，其实对方是想要认真的，或你让他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觉得你可能是真爱。所以你可以想一想，观察看看，我们来看看对方对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 Can we give it another try?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What happened?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You came closer, then pulled away again. 你靠近我之后，你又远离了。We are not meant for each other. 也许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哦。I was in love before. It totally destroyed me. 我之前被爱情毁灭过。之前爱过别人，然后失恋，被毁灭过。I wanted to be loved and cared by you. 但是我想被你爱，想要被你照顾。Do you miss me like I miss you? 你也有想念我吗？像我想念你那样。 You are super hot. 你超性感。 I'm planning my move. 我正在计划有所行动，正在计划接近你，我的下一步。 There's nobody else. 我没有在跟别人交往。I'm ready to be with you. 我准备好跟你在一起。我有在准备中哦。我现在有准备好了。I still have feelings for someone else. 我对别人也仍然有感觉。如果他刚分手的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刚分手的话，其实他没有完全放下。Sorry. 哦，对不起。I want you to be happy. 我希望你快乐。Misunderstanding. 你们之间可能有误会哦，有误解，有待厘清。I still have feelings for you. 我对你还有感情，我没有忘记你。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我不想伤害你，我不是存心伤害你。好，
那这就是可以选到第二组的、啊、你今天的解牌，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那你们可能在一起的时间点哦，时间点仅供预测参考，如果可以期待的话可能不会发生，所以就当作没有看过。好，未来五天到五周你们有机会在一起，或是关系有一个重大突破跟变化，或是3月21号到4月20号牡羊座月份，那还有一个时间点是未来一周到一个月。好，那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也感谢所有订阅按赞的大家。第二组，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普贤行愿品、普贤恨愿品，你可以每天读诵，在念完之后进行大回向，回向法界，我像把借所有众生的痛苦和痛苦的原因，经过这样子大回向之后，你许愿的力量很大，你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或者你们之间的这个状况，我跟某某某之间的这个状况可以有一个圆满幸福的安排，你也幸福，他也幸福，这样子。好，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啦，希望你们幸福心想事成，健康平安，龙年大吉，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第三组的大家，请对应看看你听到的内容是否符合自己的状况，如果完全都不符合，请参考第二组或第一组的解牌。好，看起来你们之间的一个状况好像有点复杂，这组的人可能有很多种状况哦。好，第一种状况是你们可能在一种暧昧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第三组的大家，你们会觉得你需要 move on， 你需要继续去过你的人生或是前进，所以你有行动，或是你有跟对方沟通过了，或你最近还是有想要沟通看看的一种心情之中，或你希望在这个关系中放一个假，忙碌几种解释哦。总之你要嘛是希望跟对方有一个更多的时间相处互动或是沟通，那另外一个解释是你正在努力的过你的生活，度假放假过自己的人生，然后避免让自己压力太大，因为你觉得对方没有打算要很认真，或是没有打算要跟你在同一个阵线上，好像跟你要的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或没有非常努力，然后你觉得他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摆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看起来你们现在是没有互动或是各自独处，那你可能想要给他一个最后的时间实现，多久之后如果你不说话就再见，或你不表态就再见。那如果你们是三角关系的话，你有其他对象或是他跟他的前任之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不见得完全是三角关系啊，还是什么，总之这个关系有一点复杂，有其他人的介入，或有长辈的介入等等，让这个关系不太顺利的话，哦，也有可能是工作的状况等等，那你会认为对方没有任何行动，或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那在未来1到3个月看起来这个关系的一个状态仍然是让人压力蛮大的，然后进展的非常缓慢，但它是有进展的，缓慢进展中，或是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但都没有说出来，那还是值得等待哦。所以可能你们之间的状况是乐观的，那是互相在意互相喜欢哦，有真实的感情，所以在未来1到3个月也许不会马上有一个结论，但你可以观察看看，那如果3个月之后你想走人，你想离开彻底放弃也 OK， 那是你的选择哦。好，那看起来在未来1到3个月我觉得你是撑不太下去了，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如果对方有其他对象的话，看起来你会认为你没有办法继续，而对方觉得很受伤，但仍然卡在一个选择题里面。那如果是你有其他对象的话也是一样哦，你还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结论，或你可能是选择放弃这个关系。
那确定两个人都没有其他对象的话，这一组牌的意思是未来一到三个月仍然卡在一个要不要承诺、要不要稳定交往的状态，那还没有非常明确，所以可能会有一点互动，但没有很明确是什么意思的一个状态。好，那就没有很明确的要不要交往、要不要在一起。那我看一下哦，这段关系的阻碍是什么？圣杯十、教皇牌跟女祭司，我看起来两个人都认为这个关系是有心灵连结的，但是一方可能比较年长吗？或是比较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比较保守，可能是比较保守，可能是比较害羞，一种是比较害羞，一种是比较保守。例如你们两个有很多的阻碍，然后对方又是一个很守旧的人，或是他有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又有一种你的生活方式，两个人看起来都不太愿意妥协的样子，两个人都非常聪明，两个人都非常固执，就两个人都互相在意、互相喜欢，都想要认真，可是因为太认真了，因为害怕受伤了，而不敢。不敢轻举妄动。好，一方是有一点过度的保护自己，或两个人都是这样，然后一方是害羞或喜欢隐藏真实的想法。然后如果有年龄差距的话，年龄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就一方会认为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倒不是觉得歧视哦，而是那种担心焦虑，担心自己年纪太大那种感觉，就其中一方看起来是这样，自己的那种想法看起来比较像是他哎，因为这边的牌看起来是很顺利或者是很正常的，那这边的牌比较多的妹妹嘎嘎。那另外一种解释是说，对方有对方自己认为相信的事情，他认为应该要怎么样，或应该谈感情应该就是有一个先后顺序，他应该要做好他该做的事情，或是如果他刚分手的话，这只是举例，并不是说每一组都是刚分手啊。那如果两个人的差异很大，有异国还是远距离，文化差异、语言差异，对方都陷入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他很害怕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害怕改变，他觉得你会改变他的人生，或是他的人生已经被你改变，然后他很抗拒。那或者是一种恐婚的想法，就他认为要谈恋爱就要认真，然后他有一点害怕现在就要面对这件事，此时此刻就要面对这件事，那如果不是要结婚的话，我为什么要勇敢去爱呢？就是可能卡在一个鬼打墙的状态，在一个迷宫里面走不出来，对方的一个状态是这样。那比较偏向他自己想太多。好，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问问朋友的建议该怎么办，请朋友帮你想想。然后对于你的生活可能需要维持一个平衡，或是你可以想想你要怎么取舍，怎么去调整你的跟对方沟通相处的方式，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解释是说，你需要振作起来，先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平衡你的生活，情绪跟工作，或是
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中，看起来你的压力很大，或未来一到三个月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他还没有给出答案，或是没有任何前进的话，没有任何动作，看起来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他没有任何行动的原因是，一个是他可能真的很忙，好，还有是他的想法限制住他的行动。他的确是在意你的，但他现在不想要进入一段关系，或是你们关系很有可能陷入一种有毒不健康的状态。譬如说，你会因为这个关系而心情被控制，越想越生气，越想越难过，越想心情就上上下下，像云霄飞车这样子。今天心情好，明天心情不好，或是永远在期待、等待中的那种感觉。不想等待，也不知不觉在等待。然后他会拒绝，或是他没有行动的原因哦，这个 no 的原因是你们之间有阻碍，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可能是家人，可能是，譬如说其中一方健康因素，还是工作状态，还是他担心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年龄啊，还是什么。那他的确是在意你的，或他的确是爱你的，然后他是认真的人，或认真对待感情的人，但他需要时间，我只能这样说。然后他很慢，好，非常慢。我们来看有没有机会，或有没有可能性在一起呢？看起来他可能会告白哦，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什么时候？等一下来看看哦。他可能会告白，他可能会展现爱意，你即将被告白，会有一些浪漫的举动。但在此之前，未来3到6个月内，或还没有到那么久的时间，可能未来1个月内，或是2个月，啊，或你已经跟他冷战2个月的话，我觉得你会越想越气，就觉得你可以浪费我那么多时间，这样。好，那他的确是像一棵树这样慢慢长大，或你的付出是会有所回报的。然后，请管理好你的生活，维持一个理性、冷静的状态，你才能够清楚看到这个关系的真相。真相并不是他有多坏，他有多可恶，他玩弄你感情或是什么，或你是不是做错什么，所以他不够喜欢你，都不是这些原因，避免朝这个方向去想，然后陷入了一个被心魔绑架的这种情绪陷阱之中，避免钻牛角尖，而是平衡好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旅行、学习、教学，做各种各样你感兴趣的事情。你会得到天使的指引跟加持，就是神明加持，或是跟你的精神导师连结。如果你没有信任的朋友，或可以给你好主意的朋友的话，那就跟你的精神导师连结，跟你的信仰，不管是上帝、天使、菩萨、神明、佛都可以哦。你可以去跟你感觉信任的神明连结。神连结，给你最需要指引，或是让你安然度过这个必要的各自独处或各自相处这一段时间，或是这个课题，精神课题，就这段关系为什么要等那么久？这只有你自己可以找到答案哦。好，那看起来你们会朝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发展，不管是不是三角关系。如果是三角关系的话，也会有一个非常公正的结果，或是是你的就是你的哦。那不是你的话，你也会有别的选择，会有别的三角关系的话，你会有别的其他对象可以考虑。那如果不是三角关系的话，这个人很有可能会跟你朝长远认真的方向发展，你们可能会稳定交往、结婚。很有可能是朝这个方向，就对方想清楚了，看起来
会很认真，或是两个人都需要时间准备去迎接这么大的人生转变，就是面临稳定交往、结婚这件事。好，所以看起来这一组是终身大事，所以会花比较久的时间，两个人都非常恐婚，结论是这样。那如果是三角关系的话，你可能会有其他对象适合结婚的对象，如果不是三角关系，一切都会在刚好的对的时间点有最圆满的安排啊。就你不会吃亏啦，大概就是这样。你不会是人生的卤蛇，你会是人生胜利组哦，可以安心睡觉了。然后我来看后面的牌哦，对方对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如果是彼此的前任，你们应该会复合。OK， 虽然前面好像错过了复合的机会，或是错过好几次机会的人，也有机会有第100次机会。对方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想对你说的话 ？I look at your pictures often. 我常常看你的照片。It doesn't matter where I am. I'm all yours. 不论我在哪里都一样，我是你的。My past still hurts me. 我过去的伤痛还没有疗愈。I'm trying to move on. 我正在努力把你放下。或是指这两张放在一起，或是指他正在努力的放开他过去的伤痛。I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Is it too late? 我们之间是不是太晚了？我是不是太迟迟没有行动？太慢了。I'm done trying. I'll take a break.我现在不太想要努力，我想要休息一下。I don't want to bother you with my darkness. 我不想要让我的负能量、坏心情影响你。I left you before you could leave me. 我在你离开我之前先离开你。I will reach out. 我会联络你哦。I feel like I'm losing you. 我觉得我正在失去你。I plan on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you. 我正在计划留更多时间跟你相处。I know you deserve more, but I can't give you more. 我知道你值得拥有更多，但现在我无法给你更多。You always knew how to make me laugh.你总是有办法让我大笑。You made me jealous. 你让我吃醋嫉妒。Am I good enough for you? 对你来说我够好吗？ We're on the same page. 我们想要的是一样的哦。我们是有共识的。我们都想要在一起哦。好。那你们可能在一起的时间点，看起来是乐观哦。时间点的预测仅供参考，如果刻意等待的话可能不会发生。首先是未来5天到5周，以及天蝎座月份哦，10月24号到11月22号，或是未来8周到8个月，当作没有看到。当作不知道。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大家你今天的节拍。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也感谢大家已经订阅按赞的大家，谢谢大家留言。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阿弥陀经或者你可以尝试看看吃素一个月，然后将功德回向法界这样子的方式来许愿哦。那你可以用念经的方式，也可以用吃素一个月的方式。如果你已经吃素的话，你可以当下把你吃素的功德回向法界所有众生的痛苦和痛苦的原因，
幸福和幸福的原因，然后许愿祈求你跟这个人之间有一个圆满幸福的安排，幸福的结局，你幸福他也幸福，或是你可以透过念经，然后念完之后回向法界所有众生的痛苦和痛苦的原因，幸福和幸福的原因，然后祈愿你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幸福圆满的安排，也是一样。那经过这样子大回向，许愿的力量很大。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大家，希望你们心想事成，龙年大吉，新年快乐，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